跟他相处头好痛，理科情人让人好抓狂。因为我是白人嘛，我容易晒伤，所以一定要晒擦防晒乳。朋友跟女友都过来说，哎，这个牌子好像不错。啊，这个成分那个化学名字我看不懂，我会Google一下。我已经想走了。我比了大概五六个牌子，所以我总共花了一个多小时。我觉得少侠非常适合一个人的旅行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